舍割舍不掉。可是我们悟道的话，现前一切境界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哎，本质虚极，本不可出啊，以无取无舍，哎，自性本空。现在这一念就是永恒。悟道的心就是跟佛的心一样，古佛、今佛、未来佛都一样，通三世的。哎，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执着的速度太快了，快到我们招架不住。我们在这里啊，听经文化听得很乏喜呀、啊。又回到家，两三句，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了。为什么？还没有消化，真正去学习、去训练哪一种真正的功夫，把它法消化变成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风平浪静啊，训练不出良好的水手，就是这样子的。风平浪静，训练不出良好的水手。一个人呢，一天到晚了醉生梦死啊，哎呀，都没有什么种种的逆境，也没有人诽谤你，也没有人批评你，也没有人写信骂你，也没有人怎么样反对你啊，那你怎么修行啊？所以自己一个人没办法修行，就是这样，都没有逆境啊，那你怎么知道你的成长到哪里？是不是？哎，所以说，若心生诸法啊，就怎么样啊？就如根生干。啊，树根啊，生树干，那么树干呢就生树枝，树枝就生树叶，次第生其者，哎，怎么样？此则有众之师，这个众就时间的次第，啊，为什么？因为法本身呢、啊，如果顿悟，它是没有次第的，哎，因为心生诸法，次第就是落入因缘果报的生灭，生灭的变成怎么样？有次第，有次第就是根生干，干生枝，枝生叶，次第生其。简单讲，这个就是因缘果的生灭法。这样则有众之师，这样就时间次第的事，因为法啊，法的当体即空，这样是众也不对。如果说心含诸法啊，含诸法啊，心包括一切诸法，并列而生，并列而生就同时而生啊，如枝干并起同时而生，那么这有恒之师，恒就是空间呢 空间就是空间分别的啊，这个失落，意思就是这个道理啊是讲不通的。哪有一切法是同时这样并生的？因为不坏生灭，还是要有次第。所以说佛法就是即次第，它不是次第，即因果，即因即缘即果，但是是非因非缘非果，对不对？缘起是生灭，但是当体即空就是真如。所以说如枝干并起啊，这样也有空间上的差失，这样讲不通的。你看过哪一棵树是树根、树干、树枝同时升起的？没有的。所以法是见，意是顿，但观时节因缘，看哪一个人在哪一个时间空间契入，这个就是受益。当知底下就当知不生之生，非众非恒呐、啊。讲众也不对，讲恒也不对。啊，不生这个生呢、啊，讲重也不对，讲横也不对，也不病也不别，也说连在一起也不对，要个别存在也不对，因为它是不离啊，不依不异吗？无有一法在心外，没有一法可以离开这个心外。什么叫一法离开心外？看任何事情，你的起心动念通通不离心，就是这样子。看任何事情起心动念，我告诉你，给你印象最坏的人，你也可以。改变自己，我们叫他给他印象最好的，为什么？你感谢他，感谢他。所以在你旁边呢、啊，对你好的人呢、啊，也许一生一世啊，是你的累赘；对你一生一世很不好的人呢、啊，一天到晚起恶念要伤害你的，也许就是你的老师真善缘，不一定不好啊，不一定不好了。就像提婆达多对世尊这样子的，对世尊来讲啊，就提早成佛，提早成佛不是不好的啊。应用之妙，存乎一心，境无好坏，唯心所造，境界没有好跟坏，看你的心怎么想法。你可以感恩这个人，你也可以恨死这个人，对不对？那是你呢。啊，那我遐戆，那么计艰苦的日子，我恨他，我家己真辛苦啊。对不对？我当然要感恩他，安尼日子真正好过。是无有一法在心外，也无有心在于法外。在于法外，无有一法在于心中，也无有心在于法中。啊，是没有一法，因为一法不可得啊。无有一法，也无有心在于法中啊。为什么？只要有心呢，就是住着。
内外都不自着，那么当然都是不可得了。所以知道无一法在于心外，你的起心动念就是具足一切法，也无有心在于法外，没有另外一个执着的心跑到法的外面去，没有的。所以心啊法都是不二的，这无众之师啊啊，所以知道无一法在于心中，七十一页也无有心在于法中啊，这无恒之师，没有心在于法中，那么这就没有恒面的恒断面的这个缺失啊。底下就是讲真话了，只是法前是心，心前是法啊，这个要划线起来。什么叫做法前是心，心前是法呀？你简单讲，你的起心动念就是法，对不对？起善念就是善法，起恶念就是恶法，起恨意就是恨法。哎，你无所住就是空性法，对不对？你无所得心就是无所得法，就是菩提法，对不对？无心就是法，所以法全是心，心全是法了。如波全是水，水全是波一样的。无能生者，无所生者啊。无能生，能生者空；无所生，所生者空。所以，我们今天呢，能所建立的幻象，不应当执着，不应当执着。所以说，菩提心生是真无生，无不生啊。菩提心是觉悟的心。觉悟的身，觉悟的心就是真无身。什么叫真无身呢？就是面对一切境界，真无身就是毕竟空，无不身就是现象界，无不身哪一个现象界都是绝对的空性的本体，哪一个空性的本体都离不开现象界。所以真无身就是体，无不身就是现象界啊。所以真无身就是所谓的本体界了。当然这是哲学的理论呢，啊，形而上形而下的这个理论呢，在我们佛教的思想是没有这样子的。佛教的思想是体，真无生是体，无不生是相用，是相用，就是所谓的现实了。现实，如是之者，方是以自心寻求菩提呀、啊，以及一切智也，才是如是之自心也，才是以菩提心为本修因也。华严经入法界品，弥勒菩萨告善财童子这么说。说善男子，菩提心者犹如种子，菩提心就像种子，能生一切诸佛法故。菩提心者就像良田，我们要种良田呢，要有菩提心啊，能长众生白净法故啊。菩提心者就像大地，所以我常常讲，你要发菩提心，你要发菩提心，对不对？能持一切诸世间故，菩提心者犹如净水，能洗一切烦恼垢故啊。云云云，就是等等等啊。善男子，菩提心者，成就如是无量功德，即要言之啊，应知系一切诸佛功德等。何以故？因菩提心出生一切诸菩萨恨，三世如来从菩提心而出生。所以这个菩提心很重要。什么叫菩提心？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叫做菩提心。我们除了自己要用功觉悟，还要下功夫去普度众生，这就是菩提心。觉悟的心叫做菩提心，觉悟到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同时 要把这一份的觉悟分享给一切的众生，不可以自私。但是当然你要有能力啦，要有能力啦，没有能力还是没有办法的啦。云云云啊，事观善财童子遍参诸善知识，于一一善知识前，必先自成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哎，他是已经发啊，是菩提心了啊。那么这个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呢，就是这样子，都每一次碰到都说他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就是明告未来世的众生呢，不如实知菩提心者，则不能亲近善知识啊。如果你不如实知，就是如果你不了解透视啊，彻底的了悟这颗菩提心啊啊的这个心相是什么，那么你是不够资格亲近善知识的，你也不能够行菩萨恨。你不能行菩萨，就不能生如来家，你不能生如来家，就不能成事十方诸佛，那么就没有办法听闻受持诸佛的妙法，因为你没有菩提心嘛。这不能成就出世间的善根，则不能出于生死的险道，则不能为一切众生做大利益，
可叹世人不察，不察就是没有详细的思维审查，只以希求作佛。哎呀，每天都在求啊，希望求作佛。哎，便为哎，我已经发菩提心了。结果了，哎，他不晓得求作佛，转增生死劫业。哎，七十二页，复希求作佛，此为凡夫向道的动机啊。哎，说你为什么要求道啊？我想啊，做佛啊，对不对？是故孰可嘉？当然是可以值得赞叹呢、啊。嘉就是赞叹呢、啊，固然是可以赞叹的、啊，可以理解的嘛。因为你想做佛嘛，求佛没有什么不对吗？然希有希求做佛之志向，进而寻求菩提心，以为本修因，难免诸过。如果你用这个希求做佛的志向，来进而寻求这颗菩提心来作为本修因啊，因为这是妄本啊，啊不是真本啊，本有两个啊，啊菩提心是不生不灭的心，是真心呢、啊。那、啊、我们现在是用求的心，这是分别见呐、啊，啊这就已经离菩提了，离菩提心了，用妄心为本修因啊，为根本的修行因，这就下手就是错误。哎，乃是免诸过，非可净直啊！啊，净就是直接，不可以啊！啊，直接啊，直这个直持啊，希求佛果之心，以为就是菩提心。如果你执着，以为有一个佛果可求，反而增长无明邪见。何则？为什么呢？这一念希求的心就是贪婪啊，以寻常心容目眩之心啊。你心就是喜好，荣就是荣耀，我们常常讲的光耀门庭啊，跟这个平常的喜好荣耀啊啊，这个目盛呢 啊希望这个兴盛的心啊，怎么就属相类，究竟来说是属于同一类的，还是有贪婪的，就是世俗的相，世俗的心就是这样，有贪婪的心，有所求的心。哎，佛法你要成佛，那是无所求了才能成佛。是坚持此心以为修行，以妄增妄啊！你要做什么？我要求佛，求佛，哎，要舍佛才能求到佛。所以啊，用这个执着的心来当作修行，以妄增妄，其贪着之心潜之暗长啊，犹不自解，还是不能觉悟啊！日为魔伴，尚未我将成佛，哀哉！哎呀，每天都跟魔作伴啊，啊还说我要成佛，这是不是很悲哀吗？啊，因为修行人的智慧还没有开，所以啊，如果你虚妄的执着自己的看法跟自己的见解，这个就是魔所摄持。那因为我们没有正念啊，你还固执不通，对不对？啊，自身全是魔身啊，自己身全是魔身，岂待他魔来着呢？哎，你的心身都是魔，因为你有所执着啊，期待他魔呢啊，别的魔啊，来不要干扰你，你就找魔了。哎，楞严会上释迦如来所谓气处真心，那么这个楞严经我们有讲过了啊，这里啊念一念就可以了。如来所谓气处真心就是问呢、啊。啊，问看到阿难，你的心在哪里？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呢、啊？啊，等等这些七个字找不到。只是两种根本，把笔拿起来啊，两种根本就是真跟妄啊，真心就是菩提心了、啊，妄那虚妄的执着了啊，真妄两种根本呢、啊，你抓到了真心，那的根本对了，那你、下手对，那么就有好的结果。你用妄心呢，那你修百千万劫，你也不能成就菩提啊，是不是？只是两种根本呢、啊，斥责八环遍见呢、啊。啊，八次的来显示这个见性，以五阴十八界七大以及世界众生业果三种相续之因由，这个在楞严经都讲过了，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之因由，历历剖析，令诸大众审查因地的发心以及烦恼的根本，又令一切众生呢、啊，以为身心恶相啊，既皆是幻，那为什么以幻修幻呢？所以更为比较六根的功德，眼耳鼻舌身意，这哪一根比较容易修行？因此啊，就集中验场。哎，师父上次有讲的啊，这是有没有声音
闻不闻，这个我们前几次都讲过了，集中厌常，厌这个常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清净自性。哎，集些中啊，厌常就是哦，这个尘世生灭，闻性不动，闻性就是我们的本性。晚金呢，晚就是打劫了，打了六劫，那几个几个来套鬼啊，打了六劫，动静根结空灭，这个也讲过了。啊，解六劫业三空，这个在楞严经都讲得很清楚了。这晚经四劫啊，使之因地倒者啊，因地如果颠倒，还因地起；因心迷惑者，还因心悟。哎，都离不开这颗心。并啊，次就是命令啊，命令这个二十四圣自成圆通，以是五因七大十八界，门门皆可入道。看你个人的根性。所以法没有一定怎么样，对于不同修行法门的人，我们要尊重。哎，我们要尊重。再次文殊谴责一番，再命令文殊在最后做一个选择，再接着以杀盗淫妄四种利益啊，应先戒除杀盗淫妄，由是放光说咒，毁是安立坛场之法啊。又怕呢末世的行人不知道一念心性，就记住十二类身，什么卵身、胎身啊，啊，那化身啊，等等啊，非有想、非无想啊，这十二类身。这由见有心外众生，所谓历历举世啊，不但凡数，这但就是聚，也不怕繁琐啊，啊，缠数又啊，恐怕这个修行人但执顿悟之理啊，而非见痴之事，因为你悟到真如，那你还不是究竟觉啊。你还要渐次的渐次的慢慢的断掉习性。所以啊，悟后起修啊，悟到真理名为悟啊，起修断习气方便名为修，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法啊，说顿说渐啊，都没有一定啊，只顿悟之理就废掉了四相上的啊渐次之修，将不免于习气留住啊。啊，所以你到底知道了，可是你习气票会给你一样是六道轮回，还是一样的。想要六道轮回啊，想要不六道轮回，你一定要在四相上真正的做到随缘，有它也是空，无它也是空，有也是这样过日子，无也是这样过日子，通通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再为只是三种见次，以及五十五位之进修形象，即至以七趣六意。六一天诸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空定，实至生成之根源，受报之业果，最后则理数，理就是一一描述，理数就是一一描述，一一描述五十种阴谋，五十阴谋之相，必其于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史称究竟啊，才称为究竟。以使行人自知审查其修正之是否如实，得以远离魔事，色不是菩提心相，以为持咒行法。如果你不认识的菩提心相啊，以为持咒行法就没有魔事发生，那么世尊毁誓安立坛场之后，这个楞严一经即可终卷呢？啊，何为金口叮咛？那金口就是佛了，再一次的交代，必以审查邪正。什么是邪？什么是正？那殷勤交代呢？魔能坏一切印，就是不能坏实相印。一切天魔皆能幻化作佛啊，迷惑行人。如果不知道以实相之理勘之，就是检查检查了。实相是无相无不相，空有不二。实相就是不二啊，哎，空有不二了。啊，迷悟不二啊，心佛不二，所以说啊，那么如果不以实相之法来检查检查、反省反省啊，未有不堕勤学者，没有一个不堕落勤学。什么叫实相呢？如实知是心，那个如实知啊，很不容易去体会。这个如实知啊，啊，这讲得非常好，可是就是不容易去体会。如实知就是一点都不能假，彻底的知，绝对的知，彻底的实实在在的，一点都不假，叫做如实啊。如实知自心就是实相。哎，祖师说
自知不随他。哦，这段讲得很好啊，师父看了这20个字哦，也很受益。自知不随他，即灭无系论，无意无分别，是则名实相。这些意思就是自内证。这个没有自内证照这种功夫，讲不出这种话。这自知不随他，意思就是自己知道，他已经不会随着一切境界起心动念了。你按住我拢如如不动，就是自知不随他，自己知道有这样的能力了。啊，自己知道有这样的能力，不随他，我绝对不随缘起法起心动念分别相执着，通通没有。即灭无系论，即灭就是他已经恢复到真正的清净自性了，没有系论，没有系论就是没有自然的外道论，没有二圣的缘起论，通通没有，都是大圣的绝对论，没有啊，无异无分别，无异就是不二啊，没有什么二啊，啊对，没有分别那就绝对了，不落入分别见呢，是则名实相。你看这个讲的多好多完美啊，自己知道不随一切境界而起心动念，对啊，那么误入到这个本体，那么对境外道的自然跟二圣的因缘通通了之不可得，在他的自性清净当中没有异相也没有分别相，是则名实相。你看这个讲的多美啊，20个字啊就把实相法讲的 淋漓尽致啊，仅此一篇反复浮沉，现在在这一篇呢反复浮沉，无非以无说无实之中，因为实相是不能说嘛，啊，不能是嘛，哎，在无说无实之中说是菩提心相啊，凡初心行人不问其修禅修静修教修密，皆悉现于菩提心相，如是行法。不管你修什么，你一定要开悟，悟到这个清净的自性，如实醒发，方免有认贼为子之害。你这样子好好的来关照，才不会啊错认妄想分别心，就是我们下手的根本，才不会认贼为子啊。你认了一个贼为子，将来把你的财产用光了。你认妄想心分别心为自己的心相，那你完了，你百千万劫所修行你不会成就。下手处要如如不动，不取一相无相，下手就在这个地方。相不管怎么样变化，缘不管怎么样变化，你的心清净永远不变化。果能一念心，果能一念相应，这一切佛法即得现前啊，无功之功啊，功其诸圣啊，哎，无功就是无为法了，无为法这样的用功啊，才是啊这种能力啊，就会跟那圣人啊是平等的。问：如实知自心者，因何境界呢？啊，既然如实知道这个自心啊，那么什么是境界啊？答：没有所谓的境界，也没有所谓无境界，无所谓有境界，也无所谓无境界啊。虽非以空空这两个字啊，虽然不是用空去除掉一个空，那么无境界为物。这个无境界为物画一线啊，那非以奇妙的有境界为物，这个有境界为物画一线，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一个对称了。虽非以空空无境界为物，虽然不是用空性去空掉没有境界这样来悟，也不是用一种奇妙的有来当作悟的境界。为什么不生不灭没有说无境界跟有境界，这就是多余的对立，多余的对立啊！简单讲的话，不可说，默契而已，也非以奇妙有境界为物啊！啊，所以说无境界为物也不对啊！无境界为物就是空啊！你不可以用空去除掉空无境界来当作是物，你也不可以用稀奇古怪的有来当作是物的境界。为什么？那本心没有这个，为证乃知啊！不可玄揣，就是预先揣测了。至于行人善根发的时候，善根发的时候，如果觉若觉六根通力，观会转明啊！六根通力啊，观会转明，心性转显。那么你如鸟出笼，把一杯掉。这个如鸟出笼，这比喻的很棒。我们的心呢、啊？就绑在这个四大里面呢，这个觉性啊，
始终发挥不出来，就像一只鸟啊，被关在笼子里面不自由。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就知道什么，就被关起来。哎，贪钱的人被金钱的钱的这个鸟笼里面关起来，这只鸟不自由，鸟就是我们的觉性啊啊！哦，贪名的人被这个名的牢笼里面关起来，是不是？贪色的人被这个色的鸟笼里面关起来。我们看到什么就被什么关起来，看到什么执着什么就被这个关起来。所以这个柏拉图啊，讲过了一句话，也是佛法，可惜啊不究竟。哎，柏拉图说啊，一切现象皆是我们的牢狱。哎呀，这个是讲的100分，一切现象都是我们的牢狱。你是看到什么就执着什么，就着相的意思。一切现象都是我们的牢狱。我们不是说哎呀抓去关了才叫不自由，我们现在都被这个假象关得死死的，哎，也不肯出来呢。你不肯出来，你叫他放下，他还骂你呢，对不对？他还骂你呢，他还不高兴呢。你叫他不要执着，他认为你讲什么，是不是？哎呦，我是生命就是要这样过的啦，那你也拿他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这样讲一讲啊，说说啊，不依我们也没有无能为力了。所以你看看，如鸟出笼，不依不着，不依就是不依靠，没有能所了，也不住着任何一个相，渐入维系智慧，这样才能够渐渐的进入智慧啊，维系的智慧，如是方为善境啊。所以啊，当你修行的时候，看到什么，你通通不要去执着它，你不要执着，然也不可以生欢喜心，或者是有所得心，不可以的，生欢喜心则着欢喜魔。生有所得心则遭我慢魔，认为比别人强，必遭邪果啊，危害非浅啊，甚之甚之。问说，知篇所述啊，都是瓤瓜，瓤瓜就是包瓜收瓜了，群经之要旨，存眼一圣的原因，直指普门呢、啊、法眼。哎，普门法，普就是平等呢、啊，啊，普门就是平等门呢、啊，哎。法眼就是智慧之眼呢、啊，今不曰真矣啊！现在不说这是真矣，而说这是幻矣啊！切就是我呀，恐怕根基比较浅，比较漏劣，智慧比较差一点的流啊，这是这一辈的、啊、见之而生轻慢之心，闻之、啊、不起隆重之想，隆重就是尊重。答：子也知幻之为异乎？哎，你也知道幻的义理吗？底下这几个句诵都讲得很好。毗婆师佛句啊，毗婆师佛过去佛了啊。说生从无相中受生，我们这个生，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是什么？你爸爸妈妈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的身体在哪里？没有。你现在拥有色身，是每天都在变化，刻刻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你又是谁？所以生从无相当中去受生，去投胎了，犹如幻出诸形象。哎，我们现在有了，就像这个幻象的，不实在的，不实在的啊！一下子变化这样子，再来就牙齿就快掉光了，哎，牙齿就快掉光了。而视茫茫，而法苍苍，而齿牙动摇啊！哎，就是这样子了。哎，那我回顾啊，这个是人生呢、啊？哎呀，没想到，估计一算，哎，啊，我今年45了啊，45岁了。快死掉的人了，气长过回了，哎，再一个世俗就90了，是不是啊？哎，幻人心事是本来无啊，哎，我们这个幻化出来的心事啊，啊，这个妄想分别心呢，本来就不实在的啦，罪福皆空无所住，所以这业性本空啊，啊，福性也是本空啊，这是方便啊，所以说为世间为我所用，非我所有，就是这个道理啊，世间为我所用。啊，暂时就有没用的，不管你服也是暂时用一下的，非我所有，没有一样是我们的，罪福皆空无所住啊啊！然后失弃佛纪云，说起诸善法本是幻，哎，你要造作善法，起诸就是造作善法，那也是幻，造作恶业亦是幻，你就是造的恶业，那还是幻，在圣者来讲都是幻。生如巨沫，沫就是小水泡啊，啊，生啊就巨沫，像聚起来的小水泡啊，很快的就会爆裂了，就像人呢、啊、一出生就现在一刹那之间就快毁灭了，心如风，
啊，不定风就不定，分别心呢，一下子跳这个，一下东边，一下南边，一下西边，一下北边呢，啊，身心都是那么的不定，那么的不实在。幻出无根无实性啊，我们这幻化出来的色身啊是没有根啊，没有依据，哎，缘起啊无所依据，无实性，没有实在的，还每天的抱着理想，哎，每天的抱着理想，是不是啊？皮色浮佛记这么说，假借四大以为身啊，啊，假借这个四大来当作自己的色身，心本无身，因境有。啊，心本来就是无声的了啊，因为境界显现产生妄念，前境若无，心也无啊。啊，我们呢现在境界前面了知是空，不可得，不要去淡漠执着分别，颠倒见，通通不发一念不动念，心也就没有了。罪福如幻，起也命啊！啊，不管你是罪起福起啊，通通不实在的。寂留孙佛寂云：见身无实是佛见了。如果你看到四大本空啊，看到这个色身是不实在的，但莫着这个色身啊，不管你怎么享受都是变化莫测，不实在的。见身无实是佛见啊，了心如幻是佛了。如果你彻悟到这个心呢如梦幻的不实在的分别，那这个是当体即空，这个就是佛了了，了的身心本性空啊。如果你透视的身跟心五蕴本空啊，透视的过去，世人以佛何殊别？这样的人啊，跟佛有什么不同呢？迦摄佛记这么说：说一切众生性清净，一切众生的本性啊，本来清净的，从本无生无可灭，一切法从本以来无始劫以来就没有生没有灭啊。即使身心是幻身呢、啊，这个色身是幻化的，幻化之中无罪福啊。幻化当中是没有所谓罪跟福的，所以你不必拿自己的优点傲视，你也不要去看不起别人。为什么？这个都不可得。释迦佛记：幻化无因也无生啊！啊，无因就是不生灭啦、啊，啊，没有起点啦、啊，啊，哎，无因呢、啊、就是无生的意思啦。说幻化无因啊，亦无生。无因就是它不是借着缘起了啊，幻化无因的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它因为这妄相。虚妄之相，希望之相没有实体，就是无因呢、啊。幻化本无实体了，意思就是无生了、啊。皆即自然见如是啊，通通啊，当下自然就是不假造作，就看到本来的面目。皆即自然见如是啊，啊，都是这样子的本来啊。诸法无非自幻生，一切佛法啊，无非离不开。自变化而生的，幻化而生的，幻化无生无所谓啊。这个幻化出来的当体即空啊，也 无需要去恐惧它，无需要去恐惧它。所以练习不执着，这是一切修行的一生的功课。练习不着相，是修行的一生一世的功课。哎，诸佛传心不离了幻啊，这句话。真的是棒极了，诸佛传心传什么心啊，不离了幻，你只要了悟一切都是虚妄的，你就是传心了，心就心法就传给你了。执幻则随生死之流，你执着这个幻象，幻就是假象啊，我们现在执着这个幻象则随生死之流。了幻则顺涅槃之道啊，了幻则顺涅槃之道。华严经这么说：不见实力空独幻，哎呀，这佛的十种力了啊，这个经典有讲啊，佛的实力啊空如幻，哎，虽见非见如盲睹啊，啊，虽见到如同不见，因为自性本无见嘛，啊，虽分别不作分别想嘛，虽见就虽分别，但是啊并没有分别的执着，如盲睹啊，眼睛啊眼瞎的人啊，其实他什么都看不到。啊，一个有智慧的人见到一切境界跟没有看到是一样的，不起分别的，虽分别不做分别想，就像眼睛瞎的人、啊、没有看到一切境界一样的，分别其相就不会见佛了。你有分别执着这个外相，你是没办法见佛的，毕竟离着乃能见，毕竟哦，要那注意那两个字哦，毕竟哦，所以一点点都不可以说哎呀稍微留一下，要打折扣 discount
啊，我们才是买的一万呢、啊，我给你打折，那、不行的。佛法这种东西呀、不大彻大悟，这个不能打折扣的，差0.01都不行。哎，毕竟离浊乃能见，你一定要离到全部通通放下，你才真正的见到了佛，才真正见到了佛。好，75页，75页的第一行，又云智慧巧方便啊，我们呢、智慧的善巧方便，了事皆如幻，了解这个世间呢、通通是如幻梦幻的，执着就不对。而能现世间，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的世间呢、你还是要面对它，无边诸幻法。啊，又云诸业从心生，故说心如假，心如幻。啊，这个业相，这从心结业而来的一种因果啊，所以啊，说心就如幻呐、若离此分别，普灭诸有趣。如果离开了这个分别的颠倒执着啊，啊，普灭就是普遍的，就灭除了诸有趣，就是六道轮回。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离开这颗分别心，不要再继续去造业，动念造业，执着就是造业，动念就是造业，分别就是造业，那么我们就会灭掉六道轮回。譬如功幻师啊，啊，就像这个啊善一样啊，画画的，普现诸色相，现了画画了种种的色彩，徒令众贪花。啊，怎么样？毕竟无所得，那只是啊，白忙了一趟，哎，白忙啊，白白的呀，浪费时间生命去贪着啊，啊，贪这个乐啊，徒令众贪乐啊，只是啊，让我们呢、大家迷惑颠倒去贪着这个快乐，最后就是毕竟无所得啊，哎，毕竟无所得，就是以这一句也可以大彻大悟。所以人家在唱歌跳舞，你不要去羡慕他，唱歌都不会唱啊，上好唱的都邓丽君上好唱啊，伊即慢慢无咧唱啊，无咧唱啊，倒伫遐要怎唱？就从骨头尔要怎唱？这个 Mike Jensen 迄个上好跳舞啊，佫互伊跳几年啊？你目睭注意看，伊原来会死啊，念咪就死翘翘啊，即慢活跳跳念咪就死翘翘啊，真紧啊！啊，那你看你羡慕什么？你冷静的把时间拉长，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很快啊，还是一样啊，毕竟无所得，对，毕竟无所得，对吧？是世间亦如是啊，啊，世间也是这样子的，一切皆如幻啊，无性亦无生啊。无性无自性了，也是无生了，空不可得。那样，世现有种种啊，度脱度脱诸众生了、令之法如幻，众生不异幻呢、所有一切众生，都不异幻，就是这样子。了幻无众生呢、了这个幻象啊，无这个众生，众生即国度，三世所有法，如是系无疑啊，三世的所有法都是这样啊，一切皆如幻啊，幻作难逆行，即象马牛羊，象马牛羊啊，幻化的，我们学佛才知道幻化的了，对不对？像我们以前啊，不懂得幻化的，那这样子。看人家结婚啊，那时候没有学佛，我是从小学到那个大学都是排第一名的嘛，很少说排到第二的，你心情细寒啊，看人家结婚，结婚不错，以后我结婚的时候
我要去订一双皮鞋哦，底下垫得很高，然后裤子穿长一点遮起来。他有天我那喇叭裤啊，啊，这里安尼想啊，嘿，安尼老子海海格啦，啊，做只竞赛，啊，做只竞赛，安尼吊只内裤带哦，安尼介好看，介好看，哎，家己就就敢搁家己踮遐咧当梦想，嗯，哎，神经不啥正常，真的吼、哦，哎，这东西安尼没有邪佛都是这样子吗？啊，不懂得是是幻化的，不实在的啊，哎。所以讲，那这么人咧看看娶某，我就甲伊讲，娶某、娶好、娶老、娶苦，四音拢共音啦。娶某、娶老、娶好、娶苦，拢用要共音啊啦，这条路无好行啦。哎呀、啊，啊，才发现啊，那看伊人阿婆咧冤家啊，我就足欢喜啊，还好我出家，幸灾乐祸的人就是我啊，真的看到啊，见家呢。走出家修行这条路，对不对？啊，这个世间啊，吵杂啊，都因为啊男女的欲望而起的，以及象马牛羊、屋宅池前类、园林花果等等，幻化无知节啊，亦无有住处，这也不实在的，不实在的。毕竟即灭相，但随分别现。啊，所以分别现就是《楞严经》所讲的寻月发现呢、啊。寻月发现，啊，一切都是幻化的。菩萨能如是啊，普见诸世间有无一切法，有跟无啊，这一切法啊，这有两个啊，有跟无两个角度，这一切法了达细如幻，细如幻，众生以及国度都是因缘生的。种种业所造，我们今天呢实在是白忙了一趟，还呀负债了很多的业，跑到三途六道去，众生很可怜呢、啊。我们不晓得这如梦幻泡影的世间，拼命的造种种业，结果负债累累啊，哈，负债累累啊，违反因果嘛，当然就负债累累了，汝以如幻计啊，以彼无衣着啊。入于这个如幻之际啊，也是一样啊，无所依靠啊。啊，日本的弘法大师这么说，因我以此幻化的身业，因我诵此幻化真言，真言就是咒语啊。啊，因我化此幻化有情，因我证此幻化的菩提，幻化的菩提。是故若了如幻的一心之物甚深的缘起，三世无因当体凝聚，凝就是坚固不动。哎，当我们这一念坚固不动，清净的自性显露出来，一切众生所生之法本无智或自性啊，如幻如化，凝有一法足以当情，当情就执着，哪里有一法值得你这样去执着？你伤心什么？你哭什么？你懊恼什么？你不满什么？对不对？你贪着什么？你割舍不下，你是为什么？自然不以法服，自然就不会被这个啊所现的这个假象啊啊法呀所束缚，所束缚，不求法脱啊，终日言而未尝一言啊，所以。不求法脱，因为法本来没有束缚了，自然不被法所束缚啊，也就不必求解脱了，是不是？终日言而未尝，讲一句话，终日见而未尝见，这个未尝见就是一个执着，动一个执着的念头，终日见一切境界而不曾经动一个执着的念头，这样放下的无心的用功，是一切自办呢、啊，一切自然的圆满具足，圆满具足了。是不是无为而一切皆成呢、啊？无为而一切皆成呢、啊？盖见一念之本迹啊！啊，如果你看到这个无念之本迹啊，凡所视为系道合。为什么？无心是道嘛，处处无，处处相，处处无相啊，处处心，处处无心呢、啊，对不对？所以系道合，凡所言说系中通，凡所有讲说都跟这个心法相通。必凡夫之着能所
执着，这个能能所啊，小圣之灭，灭能所就是断除能所，小圣之灭能所皆谓之法性如幻，法性就是平等一位啊，都不知道绝对的空性，因为小圣是断我执嘛，哎，还不够，哎，还有一切法通通是空，皆谓之法性啊如幻，是无根无实耳啊，没有根，没有依据了，也不实在，能所平等呢、啊？同一幻化，何由执着？是我们怎么需要执着？何需要灭证呢？小圣呢、啊，有灭有证嘛，对不对？啊，灭烦恼啊，证涅槃呢、啊？此一心，此一念心，本无能所。这个真如自性本来就没有能所，能所尽处名为见性。那你能所怎么见性呢？能所怎么尽处呢？记住，不要动念，莫思量，莫追寻，如是回光返照，空无所得，自然见性。放下不必要的贪着，自然就见性，名为见性。骗一切时，骗一切处，骗一切法，平等平等啊，平等平等啊，无恶无恶啊，如是物者名为能所尽处啊。问，然则莫不断灭佛，这样是不是啊、难道不断灭吗？答，诸幻无性啊，住善不得，怎么可讲断灭呢？啊，讲断什么断什么断什么灭呢？啊，因为本来就不可得啊，何有断灭呢？随时而不在时，随着一切时间，但是绝对不在时，就不住那个动点，那个动点是虽方而不在方，随着这个空间也不在空间的执着。哎呀，那这个不得了！什么叫做？这个自在人，超越时间跟空间的人就是自在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哎，时间超越不了，我们烦恼期待嘛，等待嘛，贪着嘛，是不是？哎，你说，哎呀，我要来看师父啊，哎，台北的信徒拍电话，我要来看师父啊，啊，我好啊，欢迎啊，哎，欢迎个鬼迷未困着，哎，伊讲欢迎个鬼迷未困着，对不？哎哎，我嘛欢迎个鬼迷未困着嘞。啊，我哩啊，欢喜讲伊也要行这条路，啊，安尼真好，要幸福自作啊，要了悟啊，佮也要来看师傅啊，嗯，看师傅免钱啊，那红包还是你家己摕，我无甲你讨啊，念啊，总是免讲去啊，比看郭富城较好啊。郭富城呢，他较见过郭富城啊，看到伊都爱钱好伊啊，啊，所以说，哎，他会来哎，看到看三宝，那总是啊。啊、好的嘛，对不对？你看那个世间人，他哪里有办法超越这个时间空间？哎，一十六页，前面算来第二行，名为见性，就是底下倒数第六个字，骗一切时，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人明心见性的时候啊，大彻大悟的时候，骗一切时，骗一切处，骗一切法，因为一切法都是心的影像，没有实体可得，这骗一切法，是法法唯心呢、啊，法法唯心，平等平等。这个平等呢、啊，不是说用一种意识的观念叫它平等，而是说用我们智慧去打破这一层的妄想跟无明，我们会发现在智者的心中是无相的，无相就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就是绝对的空，那当然就是平等了，不是说我刻意的用什么心去给它平等，它不是这样，
所谓平等，它就是无相，一切法不可得，不能立任何的观念啊，意思就是不落入任何的观念，因为缘起法本身自性不可得，缘起无自性嘛，所以是站在这个不可得的角度说它是平等，不是刻意的去压制或者是去谋杀或者是去破坏某一种缘起法，简单讲就是不坏事相，体悟当喜当体即空，这样叫做平等。那么因为法法都是心所引现的影像，无实体可得，所以是绝对的平等，是吧？无二无二，没有什么两样啊。如是物者，名为能所尽处。上次啊念到这个地方啊，刚好停电，刚好停电。这是名为，如果你能够悟到这样平等不二，那么名为能所尽处。这个能啊，大部分都是指六根呢、六根。所呢，大部分都是指外境。能攀岩的六根，所攀岩的六尘啊，其实都是不可得，不可得。问：然则莫不断灭佛？那么这样子，能所尽处，是不是一种断灭呢？会不会落入断灭呢？答说：诸幻无性啊，性善不可得，无性就是无自性啊。既然一切都是幻化的，本来就是无自性，那么住善不可得啊，这个住是对相所讲的啊。我们呢对体来说它叫做无声，对相来讲叫做无助，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对体性来讲我们称为无声，那么对相来讲我们称为无助，无所助。金刚经里面讲不应助色声香味触法，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是指对相来说啊。在楞伽经来讲，相是藏识的影像，如来藏识的一种影像，也是无实体可得啊。所以小圣最高的极致啊，是修到缘起性空，体会到这个道理。大圣的极致是体会到万法唯心，小圣是承认地水火风有实际的啊，颗粒微尘，由这种颗粒微尘聚集的极微种种的微细的颗粒微尘，变成根生器界种子，他们认同有四大啊。那么在楞伽经里面来讲，就完全否定掉。观一切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地水火风可以长恒的留住，也没有实体可得，一切都是心的啊幻象。说何以有这些种种的相呢？这因为我们的无量亿劫以来虚妄啊执着的一种习气所产生的一种联系的动念的执着，非常强烈的执着。所以在大圣来讲，相是心所引现的，就是根生，我们的色身是心的影像，气界三合大地也是心所引现的。分析起来，根生不可得是心的影像的，气界也不可得，所以说啊，自心取自心呢，我们这个心执着心所引现出来的境界，就是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化。
本来就是你心中的影像，山河大地根深七界种子都是你如来藏所影现出来的相，奈何我们今天啊，分别拼命的执着得失取舍，过得痛苦不得了。